十的时间尺度很长，所以你一定要有单位。好，所以以海平面上算是3952公尺。注意一下，不要说啊有水哦。好，然后在这里就是要找石头。昨天是这堂课的行前说明会，那今天就是实际的野外小实习，地点主要在台大校园内，然后会教我们分辨一些比较不同的石头，像什么玄武、花岗、安山那些的。嗯，这样子有人对反应片也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是一个相对的关系，所以才会说2.5拿来说稍微其他的来看，那就是因为它里面包含比较多钱。我们今天上午的小型校外教学结束了，总共是2个小时，然后现在天气也变好了。你脚帮我稳一下。好、可以耶。我就说没有很难哦。你这个胖子，我头我有练过。你还敢跟我说啊？我他妈为什么要你？妈废物！两个，两米八，妈可怜了。屁呀！他的 fuck， 到别人家的健身房，修椅子。其实他的椅子基本上就是压回去而已。烂到了，好累哦，很久哎、欸。我也觉得，没有啊，因为我七点才从公司离开。And they are from Nepal. These are my singles, and they are from Nepal. And each single has a different note. 又是拿起来跟放下，上是切菜。哦，然后这个就是动嘛。你去那里等，我来。红色要做事吗？不要。那我来发呆一下。直接放弃耶。好，还来不及了。你喜欢是也会加分的、啊。找事做。就租界，如果我原本是可能住在这边的话，租界就比较方便，是旁边很近。这颜色真的很缤纷耶，糖果色。后面还有一栋，这样读不下去，免再带你来逛。你说骑脚踏车带我逛校园吗？没错，我逛了4年校园，我现在还要逛校园。
那你就不认识是一点服务啊。你不是要减肥吗？我正在啊。哎，为什么买这个？因为我爸妈要喝，一杯我爸，一杯我妈的。刚刚不是在讲吧？是谁要骗的？都骗的。赛百味配饮料。我就说没有啊，因为是我吃赛百味啊，那我爸妈他们在家里自己吃，还是想喝饮料就帮他们。是什么品种？我原本觉得是狼犬，很像以前那种警犬，它比较小只，所以我看有点。你们迟到几分钟？我是唯一有课的。我在哪？